是胞胎姐妹。首先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老大左靖宇。大家好，我是老二左婉玉。大家好，我是老三左雅玉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四左馨玉。哇哇，首先我觉得四胞胎就比较少，然后还看到四胞胎都长得这么漂亮，鼓打得这么好，真是难见啊。我想问一下四姐妹，你们学打鼓已经多长时间了？六年了。你们自己在生活中是不是因为是四胞胎所以也特别的默契啊？就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去参加一个演出，然后当时就是家里的音乐和那是现场的音乐不一样，然后当时我们四个人谁都没有说，然后就打的都是一样的。四胞胎打鼓表演我还是第一次见啊，可是你能想到吗？如今在舞台上自信开朗的四凤，在9年前可不是大家看到的这般模样。四凤出生在河北农村，当时母亲怀着他们的时候，这一家人咋都没想过这能是四个呀。直到3个半月的时候去做 B 超，这检查结果一出来，四凤的爸爸左鹤山可愁坏了。家里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好，这四个孩子的吃喝拉撒还有上学，他们哪儿供得起呀？思来想去，左鹤山找到了医生商量，说：“医生啊，你看能不能打掉3个，就留一个？”但医生说了：“不行，要打你就得全都打掉，否则会有危险。”左鹤山寻思，这老婆已经38岁了，好不容易才怀上呢，也只能咬牙都留下了。